有网友发来一条视频，说在家里发现了恐怖坤坤，非常吓人。该说不说，坤哥是真敬业啊，这么晚了还在练篮球，劈的虽然很像，但还是有疏漏啊。视频拉到最后一帧，就会发现坤哥离奇消失了，懂的都懂。这视频该不会审核了4年吧，现在才发出来。投稿的同学说想知道这个踩盒子的动作在哪儿买，买不到啊，纯纯的美化专用，看这个原版的白色套装你应该就明白了。看下一条吧。找到咬我的元凶了，狗子是真难啊，没断奶就被拉来地铁上班，不容易不容易。不过有一说一，这还不算最离谱的，不信你看这个，太溜了。见识猎龙驯龙调教龙，小白龙落地旋转的经典 bug， 刚出现那会儿好多人都在研究方法，结果最后发现只有网络卡顿的情况下才有概率会出现，见过的同学举个手吧。看下一条。这老哥是真有实力吧，全 UI 隐藏，只靠肌肉记忆就能乱秀对手，据说是一位阿富汗的大神啊，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自行搜索一下，绝对的顶尖。